就算付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何丽蛇，何丽蛇。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并将与智利海军进行联合演习。正在举行的第十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以向大师致敬为主题，用歌剧《帕西法尔》《茶花女》等纪念瓦格纳和威尔第诞辰200周年。来自匈牙利、丹麦等国的数百名艺术家将在28天里先后上演22场室内乐、合唱等。近千名路跑爱好者在厦门、台北、嘉义同步举行路跑活动。其中在厦门的路跑赛程全长4公里，活动旨在倡导健康运动理念，让更多人参与体育锻炼。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今天证实，一架载有6名中国游客的小型飞机6号在从美国联邦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飞往塞班岛途中发生坠机事故，2名中国游客和飞机驾驶员遇难，其余4名中国游客受伤，暂无生命危险。6名中国游客来自江苏、浙江2省，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北马里亚纳。下面插播一则新闻：蝴蝶镇出现严重雾霾，为我国百年之最，引发了大规模蝴蝶死亡。可是目前仍然有大量蝴蝶自杀式涌入山谷，原因不明。3分11秒，没有任何异味。如果继续改进的话，我们将解决全世界的垃圾处理问题。这是一项伟大的技术。
你知道分解产生的核素粒子不够稳定吗？一旦要是在土壤中分解裂变，会产生剧毒的。LD 生物技术导致的二次污染，都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生出下一个你了，顾维华，林蝶族不能灭在你的手里，我要报仇！啊！什么？行，我知道了，马上备车，我一会儿过来。宝贝儿子，爸爸一会儿就来啊。慢点啊，宝宝，等你出生以后就可以看见爸爸妈妈啦。等一下，嫂子，怎么了？你的子房可是一会儿就要到了啊，你还不去梳洗打扮，不像你的个性啊。哎，对了，嫂子，明天早上你就回上海吗？对啊，约了王医生，预产期马上就要到了，我得赶紧回去。今儿啊，就是陪你和子凡说说话，明天可就是你们的二人世界喽。那等子凡忙完了，我就和他一起去上海陪你预产。嗯，算你有良心。喂，你到底什么时候到？我想你。不，我一分钟也等不了了。嗯，好。哎，对了，不知道那家老字号甜品店有没有开门？子凡呀，最喜欢喝里面的甜汤了，我得打电话预定一下。订什么？宵夜啊。现在订宵夜？是呀，不找点事儿做，我心里难受。难受，嗯，难受。哎呀，嫂子，难受，嫂子，你别闹了，难受啊。嗯，嫂子，真是哪儿那么难受？好，打电话了。嗯。蛇，显示那些罪恶的灵魂吧，合力蛇，合力蛇。你好，我在网上订了一个豪华套房，你帮我查一下。好的，身份证接一下。林先生，您稍等一下。
林先生，这边订的是一个豪华套房309，稍等一下，我帮您办入住。好的。哎，子凡。嫂子。你终于到了，悠悠在309等你。知道了，嫂子。你去哪儿？您先生，你的房卡。站住！是林蝶族。我见过你。我也见过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阿全死了，死得很蹊跷。那林子凡呢？不见了。子凡，人家等你好久了，你知道吗？看见你我就放心了。嫂子，嫂子，哎，子凡，你刚干嘛去了？那女孩是谁啊？哦，没什么，认错人了。哦，哎，悠悠，今儿可有你最爱吃的大虾。哇，真的？谢谢嫂子，先喝点饮料。嗯，对了，子凡，你帮我拿虾吧。笑馋猫一天。来，我帮你拍张照片。看看。你俩等着，我去拿。嗯，好。
凡，你再帮我拿一点水果嘛。要吃水果啊？嗯，好。二十四孝男哟，哎，不错哦。嫂子，我去趟卫生间。嗯，去吧。嫂子，宝宝会踢你吗？会，可调皮了。我可以摸摸他吗？可以呀。哎，他动了。嫂子，嗯，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我，我喜欢女孩。我喜欢男孩。你说会不会既是男孩又是女孩？嗯，我的意思是龙凤胎。但愿吧。喂，到了吗？我的车还在路上，你们不用等我好吗？好，嗯，那就这样吧。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喂，喂。嫂子，我去厕所补个妆。小丫头够美的啦。小蝶，郭伟华的车坏在路上了。在哪里？不知道，我们沿途找，动作要快，不能让他们跑了。走。顾总，我感觉不太对劲，马上离开，快啊！没事儿，你瞧你都站不稳了，走，我带你去看医生去。
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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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机场了，不用担心啊。好的，路上注意安全啊。哎，你看，昨天晚上的那些怪物，会不会跟蝴蝶谷涌入的这些蝴蝶有关系？确实，蝴蝶谷的蝴蝶已经开始变异。长出獠牙，甚至有的还具备一定的攻击性。
那就把那些变异的东西全部消灭。新闻发布会就快到了，不能让那些环保主义者坏事，更不能让林子凡再抓到什么把柄。做事低调一点，用生物科技，神不知鬼不觉。一切等新闻发布会结束再说。那林子凡，把他干掉啊，干得干净一点。昨天晚上的那些怪物立刻查，不要坏了大事。是。姐姐，顾卫华怀疑你了吗？伪装是我的必杀技，再加上我的圣女巫术，他没那么容易怀疑。我觉得我又醒了。真的？太好了！既然林子凡是灵蝶族，那他就应该跟我们在一起，杀顾维华报仇。他灵魂已经依附了别人，再加上他心里又有别的女人，告诉他怕误了大事，不如让他先杀了顾卫华，然后我们再设法让他回归灵泉。灵蝶祭祖的时候是日月星气最旺的时候，也是孕育灵胎机会最大的时候。鹤立社保佑，灵蝶族子嗣延续。鹤立社保佑，灵蝶族子嗣延续。顾卫华的新闻发布会就要开始了，静下心，沉住气，不仅要报仇，还要孕育纯正的灵蝶后代。灵蝶族不会灭亡。林子凡是我的。Thank you.
出来！你忘了你是林蝶吗？情况如何？我不想伤害你，所以也不想与你为敌，但请你不要逼人太甚。啊，误会误会啊。子凡，你先冷静一下。这样，我们约个时间面谈，好吗？子凡，你不是喜欢甜的吗？我给你准备了滇南红糖水。子凡，马上订机票，明天回上海。为什么？不要再问了，我这边事情一处理好就来找你。照顾好自己。那，你和我哥……他不会有事的，放心吧。我想出去走走。去哪儿？看看风景。你在看什么？我的家。怎么？离家的时间太久了，已经找不到。家人在，家就在。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家人，所以有些事我想再想一下。是吗？
又起雾了，这鬼天气，这天气越来越怪了。顾卫华，到底想干什么？刚才，刚才看见了一个怪物。到底怎么回事？子凡他变心了，他联合怪物想搞垮我。子凡他不会的。会不会，你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这是子凡被那些怪物蛊惑了，他伪造了一份数据，想要搞得我们身败名裂，窃取我们的家产。我现在正愁呢，怎么消灭那些怪物，帮你挽回子凡的心。你现在不要打草惊蛇，一切等我来处理。
悠悠呢？悠悠哪去了？林子凡，你别忘了，我们才是你的亲人。悠悠，你的心里只有他，过去的事你都忘了吗？悠悠，什么了不起的？我什么地方比不上他？ 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个世界，你曾来过，留下一个动人的传说。看不够你迷的目光，闻不够你画的脸庞，有没有人曾经对你讲？就在这个夜的晚上，挥动你的五色翅膀，趁着月色来到我身旁。
顾总，如果 LD 生物液能够造成蝴蝶变异的话，那么这玩意儿肯定就是他们的克星。这颗子弹是特制的，他们必死无疑。合力蛇，合力蛇，姐姐，姐姐，蛇。预约的几点？三点。好。记者提问时间。顾总您好，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垃圾处理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我们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更需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听说了您的垃圾环保处理技术，我激动了好几天。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任何物种的存在都伴随着必要的副作用。我们摄取食物，我们创造文明，我们改变地球，可是各种各样的垃圾也就随之产生了，这是无法避免的。全世界每秒钟大约出生4.3人，每分钟大约出生259人，每天大约出生37万人。有人预言，总有一天我们将被自己所产生的垃圾所用，这多么可怕。现在我们绿微集团独创的绿色环保垃圾处理方式，可以直接降解我们的生活垃圾。您所谓的直接降解是什么意思？简单一点说，就是把我们生活中的垃圾直接溶解掉，变成无毒无害的东西。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这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垃圾，大家仔细看。无色无味，顾总，真。严重伤害，说明这项技术存在致命缺陷。什么致命缺陷？注意你措辞。给我全部处理掉，一个都不准走。你动你干嘛呢？顾总，顾总，他是假的，顾总，他是假的。
姐，坚持住，我们快到家了。姐姐，我们到家了。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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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就像一阵山风吹过，吹落山间点点灯火，变成一个故事对你说。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个世界你曾来过，留下一个动人的传说。看不够你迷的目光，闻不够你画的脸庞，有没有人曾经对你讲，就在这个夜的晚上，挥动你的五色翅膀，趁着月色来到我身旁。